记得你说，这是兴师问罪的。记得你说过燕山大学是野鸡大学，我就是你说的这所野鸡大学毕业，希望你能实事求是一下。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我儿子妈就是黑龙江的，他哥哥他姐姐也当然都是黑龙江的，现在他们全家都不在黑龙江了。我有这么一外甥女儿，上了一个大学叫燕山大学，我没听说过。他妈来跟我说，说你外甥女儿毕业了，留学美国准备半天，结果这燕山大学成绩单美国不承认，白准备留学了。说想留在北京吧，那个进京指标这大学又不行，所以我这个外甥女儿现在就落户在天津了。记得你说过燕山大学是野鸡大学，我就是你说的这所野鸡大学毕业，不知道您老人家现在先居何处。用燕这个字儿做大学学问的自古就有。我上那个，我爷爷上那学叫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就老了，是大清朝的时候，大清朝1895年要完蛋，然后那个那叫怎么说，一看明治一维新成了，然后他也变法建了一大学啊，是1898年7月3号的时候，梁启超代起的奏折办一个大学叫京师大学堂。这京师大学堂哪儿？现在就在景山东门外的驸马府。英文叫什么？英文叫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写出来就是这几个字儿。帝国大学北京的那个。为什么北京当时不叫北京，叫 Peking， 叫 Peking 呢？是因为据说的时候明朝宋朝念北京，那时候的官话都是叫北京北京，所以变成 Peking， 这是洋人这么说的啊。中国最早的叫 Peking University 的不是北大，也不是京师大学堂，是燕京大学，当时是汇文学校啊，加上几个教会学校，在20年代在北京建了一个大学，他们管那大学叫燕京大学，不是燕山大学啊，叫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英文名叫 Peking University， 啊，叫 Peking University， 而大清朝建的这个京师大学堂叫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后来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把大清朝打走了，就不能再叫帝国大学了，于是把前面那个字给改了，给改成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 还叫 Peking。 到了20年代五四运动以后，觉得叫这 Government 啊，那学生运动都反政府，叫 Government 不好，又改名叫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就是这个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到了我上北大，就是1979年那会儿，全国实行汉语拼音，北大英文名叫北京 University， 英文写出来就是这个。所以你看1898年的时候叫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然后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叫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 就是1911、1912的时候，五四运动的时候，大
干脆改名叫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到打倒林彪四人帮了，叫北京 University。那说那为什么不用现在这名 Peking University 呢？ Peking University 是1920年代一帮外国传教士在美国注册的一个学校，叫燕京大学。不是燕山大学，燕京大学。而且人注册了英文字，是 Peking University。这已经在世界上注了册了，你就不能再用这名了。大后20年代，北大那校长鸡贼啊，蒋梦麟吧，还是那个，就去找燕京大学的校长。燕京大学校长是特慈善、特好说话的一个人，叫斯图雷登，就是别了斯图雷登的人。蒋梦麟跟斯图雷登说：“啊，老斯啊，老雷呀、啊，说我这学校啊，叫北京大学。”英文名叫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你那个呢叫 Peking University， 老弄混了，你那有信呢老跑我这儿来啊，我这信呢老丢，你能不能把 Peking University 这字儿让给我？斯图雷登多好说话呢，说这得跟董事会商量，我们这帮股东都是美国人，美国人的股东掏钱建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在哪儿啊？就是现在北大那个未名湖，里边不是有一林湖轩吗？就是那儿。商量来了，燕京大学把 Peking University 这几个字儿让给了北大。所以如果是30年代20年代，就是斯诺呀，我师父萧乾呢上燕京大学的时候，燕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这几个字儿是燕京大学，所以这学校不能瞎改名儿啊，不能瞎改名儿，不能看人家名儿好就改啊，改了不管用。你说我这外甥女儿哈尔滨的啊，本来想上这个燕山大学留学进京，留学不管用，进京不也不管用啊，这哥们儿不知道在哪儿高就，我让我外甥女儿找他问问去，实事求是一下子。